Our most compassionat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taking precious time from her intensive meditation retreat for the world, graciously spoke via phone conference with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at the New Land Ashram in Taiwan, also known as Formosa, on Saturday, November 21st, 2020. Master lovingly encouraged more meditation and continued vigilance to help protect ourselves and others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我要跟你们说几句而已，让你们安心了，因为好久不见嘛，啊，嗯，谢谢师傅。现在情况比较紧张了，大家有做的距离的刚好哈。有。哎，要做的话要距离跟政府讲的一样，好吗？好。为了要安全嘛，因为这个时候。 那个病毒还没有跑嘛，还没有走开，还在的，看有没有什么转变的，自己要小心。所以出去的话，还是要面具啊、口罩啊，然后戴那个洗手东西一起戴。如果买不到那个叫什么洗巾啊那种的话，就用猪也可以，好吗？ OK。 不过多看开一点，那多看开一点洗手啊。OK，这样子，因为摸到别的东西啊，摸到别人的门啊，或是大市场的门那些，啊，以后都要擦洗那个手，马上的。你们都有做吗？有。嗯，我听说了，听说说有人呢、啊，有时候他自己本人没有看到病状。 不过他可以传染都70天呢，2个月多哈，哎，继续传染的。既然那个人本人都没病，没有任何病状，他没有生病什么，就是他有那个病毒，好恐怖啊！了解吗？了解。别的病没有这样，这个病就因为现在我们世界业障太重了，才病比较危险生命。 这些病毒，他们有灵魂的，以前被杀生过，很残忍的，那些动物啊，所以他们被允许啊回来，为了因果报应了，懂了？嗯，所以这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很不好抓到它，嗯，所以你们大家要互相保护，OK？哎。 自己要保护自己，不要认为有修行就好了。你也不知道你的病、你的那个福报多大了，还有修行够不够 ？OK， 还有那个国家的共业啊 ，OK， 家庭的共业，还有5、6几代的。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嘛，能保护自己就保护自己，不要等生病了以后就很麻烦了。OK。 因为这个病啊，它不是医好就好了，啊，很多人哈、啊，医完以后 OK 以后，还可以再生病的，然后不然的话，那个后遗症的很严重的，那伤到脑筋了，懂吗？还有伤到心脏 OK， 还有别的那个奇怪的那个后遗症的，所以我真的严重告诉你们，要保护自己 OK 哈。 嗯，啊，我就能这样说而已，然后也替大家祷告了，还有自己多打坐这样子，不然的话就更严重嘛，懂不懂啊？啊，所以你们那个国家哈，听说都 OK 了，不过也是要小心 ，OK 哈？嗯，因为政府已经做最好了。 所以我们自己有本分，也要做最好。哎，生病了就麻烦大家，然后传染别人，然后麻烦政府啊，麻烦那个医院的医生跟护士跟工作人员。因为哈，我们如果生病多的话，那个床啊，病床不够啊，然后别的那个更紧急的病人都被忽略，知道了。 这个传染的病，这个很厉害的，他很那个，很会作样啊，很会花样啊，不是像平常的，别的病一样，所以比较难医啦，难医，而且传染好快。目前全世界啊。
都一直增加病人，所以你们的国民蛮有福报的，所以才好几个月了都没有什么新的。谢谢师父。OK，不要理所当然，是多打坐也是帮助自己、帮助家人，也帮助国家啊，还有帮助世界。每个礼拜天我们都有打坐，为了那个世界全数祷告了。我们可以变成两天了，你们要吗？ Yes or no? OK, 那我们从今以后，今几世跟今几天，好不好？好。谢谢你们认真为了世界，为了自己打坐，就这样子，我很高兴了。我也是很认真的啊。 OK, yeah, 我也是很认真打坐工作。 Our deep gratitude, most beloved Supreme Master Qinghai, for no matter how incredibly busy you are or what immense pressures you are facing on your noble mission, you always find time to generously share your love and encouragement with the world. We are eternally thankful for all you do for the world. May Master be forever protected by the mighty goddesses and showered with love and support from all heavenly beings. For the full broadcast of this conference with Supreme Master Qinghai, please tune in to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at a later date.